吧，天天晚上喝。非遗的鸡汤你没喝过吧？今天咱去这家店，网上都找不着，这也太节约了吧？好像快餐店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以为会是那种百年老店的感觉。这个是我昨天预定的那个。对对对，黄梨果多好吃。这个坛子听说是不是送的？啊，送的。哇，感觉好大一锅呀！好香啊。好补啊，有一种药材的味道，就是用药材泡的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嗯，这鸡翅好吃哎，我都脱骨了，哇，好棒啊，感觉。来，给你两块肉。哇，这个汤你看看，这个油脂特别丰富，完全就是跟那种科技鱼完全不是一挂的，一尝就能尝出来。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、小孩、孕妇喝，特别补。这口喝完了之后，不会晚上喷鼻血吗？嗯，这家绝了！果然，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朴素的烹饪方式，激发出那种食物本身的鲜美的感觉。看着像梨啊，真香！你尝一尝，这白萝卜吧？不是，在那是那个腌制的咸菜。咸菜？对，再用咸菜来当腌用来调的。哦，等于这个汤里没有盐。对，没有盐。哦。